吃点。不吃。哎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事儿，那让他把车停一下，我下一趟。哎，什么事如此着急？我也不知道。站住！让丹娇那个野小子滚下来！下来！我下去看看去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别急，安心坐着。听见没有？赶紧下来！没事了，好了，下去看看。想哪儿去？你也打了。少爷，少爷，你要被我做主？谁？谁给你做主？少爷，你闭嘴！你认识他们吗？我不认识啊，你认识？我也不认识，都不认识。少爷，谁是少爷？闭嘴！说霸道的，也不知哪儿来的，瞎认识少爷呢？怎么？我跟我哥情比金坚，这些贼人的休想挑拨离间。